Hello，我早上说，繁星晚上会开吗？我说应该不会吧，应该我因为我会说不会，就是因为我会睡着。那懒懒他们说会哦，繁星会开哦，我该哭啊，笨哦。月圆安安，郭雨平安安，狄仁王龙安安，温洛安安，和宁安安，黑桃安安，疾风安安，高宏杰安安，尹安安，钟雨婷安安，吴佳怡安安，林雪安安，白银安安，这是谁？杰超吗？杰超安安，啊，钟若兰。所以其实当然能够，是啊。我敢说他的错，哎呀，我敢说他的错嘞，是。87%几率不开台，没有啦，会开啦。也睡到刚刚，最近都是睡到差不多，就6点睡，睡到9点，就睡这一下下就醒了这样子。开台赚钱呐、啊，最近被 YT 收益搞好惨，不是、啊、YT 收呀，YT 的那个。那个叫什么演算法？对啊，演算法啦。我想从收益来北七，我是北七吗？5块钱，啊，因为寒假照理说应该观看数会更多，这观看数掉好多。哇哦，这米佛罗佩兹。
原本都有10000的，你说轻松生存的影片啊，轻松高效那些的影片吗？对啊。所以都不知道怎么搞的，所以我一方面压力大，也是因为就是收益真的很差。好妖啊！YT 社群功能推广影片的，你说像跟 FB po 文那种感觉一样吗？我比较不知道欸，最近看到的，对啊，我想说只有我被搞到，没事啊，玩这个，现在开始可以看聊天室了。这是巧克力，很像巧克力，就巧克力色啊。而且我现在都是抱着说没有要打完 BOSS 再玩这个，我真的是只是在试角色看哪只好玩而已。哇，咻咻咻咻
性。这么烫啊！小丑哎、欸，尴尬。你早上那么早开台，想说，嗯，寒假还是会有人吧，至少有50个吧。结果早上一开，哦，好多、哦。超多都在工作偷看台啊，那没办法、啊，合台就好看了、啊，对不对？体力上限，用哪一支？耗体力。挂台也很多，还好哎、欸。今天聊天的内容感觉挂台的不算多。有没有还没去订阅蓝蓝的啊？快去订阅哦！然后我是最近才发现说我的那个我的影片。我的影片下面是放蓝蓝的那个连结，然后奇怪，怎么好像他还是有继续增加，是怎样？发生什么事情？烦欸。魔法攻击力，对啦。有 FIT 就可放连结啊，对啊，没有那时候我以为那时候我们是先调那个嘛，我跟他的那个小短，然后后面我以为我调回来了，就没有调回来。没有啦，那个1000也是我在那边乱掰的啦，他们要开啦，他开要再过阵子吧。
顺便赚时数，没有啊，那个一定要怎么讲？你90订阅，你不能就是900订阅的时候突然到1000就有盈利啊，你还要过一下下的时间呢、啊。没有吗？没有。儿童套餐。5000块，5000块，5000块。哪个好？5000块。没魔法伙伴，没魔法是僵尸，这个。终于可以休息一下了，你做了什么事情？下课、哦。
啊，王老。过了，睡着了还要赶场，安安。黑月安安，小号，小林安安，还有那串安文安安。行啊，差一点点，一百，对啊，太几百。啊，这个可以换技能，可是我现在技能好像还不错哎。广告。要骨头。
棒啊，四名以上。马婷安安，好痛啊！
难打哦，好难玩哦。要死了啦！够了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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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够了。要死掉了！大笑院死掉是广告而已。死喽！七 B 是要怎么打啦？行啦，因为对那只王我还没把握，要也不说无伤他，就是至少不会扣太夸张的血量打赢。哎，结束了，都点满了呀！灰安安，安安安，应该没戴耳机吧？安安，到家了，要不要玩？我可以荧幕分享给你看，然后等下再来玩。你可以来帮我管台，拜托，你来跟观众聊天，如果你愿意的话。
啊呜！可以哦，好诶，好诶，好诶，感谢你。你们有美声可以来，我可以顺便吃晚餐就好了。好，吃吃吃吃吃多吃。我要改标题了，懒懒大大睡仔啦，懒懒也太痛。艾美，不要让他太累哈。哇，我还没用过标仔，撑到最后。啊，有这个。补充三次，嗯，牺牲你了。不要，三十个，对嘞，三十，呜呼，别好痛哦，蹦好蹦，啊哔哔哔哔哔哔哔，啊哔哔哔哔哔哔，啊哔哔哔哔，呼，啊哔哔哔哔哔哔哔。名字好痒啊！啊，不是啊，快过来陪我，好干哦。
丢。三二六块啊，应该把这拆掉的。死很快，什么死很快？不会啊，好啦，放弃木乃伊，木乃伊玩过了，玩的感觉死很快，没有哦。
这钱好少。对啊，被死亡细胞养坏了。够啊，三十而已哦。对啊，死亡细胞投入很好玩欸，可是它就是传说了，它是传说啊，不能再生了。哭啊！
大哭啊，这是走太慢啦。这是什么游戏？哦，复古英雄打手。哦，要死啦！直播到几点？真的是不一定哎。哎，兰兰有说去哪里吗？他不是说边吃饭边看啊？这个人不见了，我看一下哦，兰兰。他说顺便吃晚餐，然后就不见了，哎，是有心结。
好好好好好，你先慢慢谈。对，他曹操吧，真是曹操到哎、欸，五啦。行啊，这我角色玩的太散了啦，一下想要养木乃伊，一下想要养另外一只，是什么？召唤？哦，还好。广告？没有，现在已经抱着没有想要通关，想要一直玩心得，因为没有玩过那个啊。满的，再问你，没玩过三阶狼人呢、欸。哎呦，靠边呐！狼人吗？是啊，木乃伊，猜，想玩狼人。
太短了吧？没钱啊？好哭啊！嗯，哇，刚刚拆掉这个，哇，
刚刚我爸把我房间门把吓死，为什么？你在玩恐怖游戏哦？那你给他，我会吓死。物理伤害。这部睡觉偷看台哦，在你睡觉啊！啊，嗨，主持人。伤哎，靠，哭啊！冲突到了，嗯，哇，开心。好凶哦！魔弓，我说都是护弓哎，天啊！该不会是大魔？对啦，各位起飞喽！起飞了，各位！
打完了各位。你们看为什么说大恶魔很恐怖？要等一下，嗯，我等下这个打完我吃一下饭，我饭还没吃，嗯。等一下，我摸一下，有了！哇！好啊，乖吧，大恶魔。秒了，什么东西？所以你等下没空了吗？应该没办法，对不对？公家六，我赖没有想的呀，我看一下看一下，没有啦，那个赖又没亮了啦，哦，我每次都凑不到。完整的狼耶，好烦哦！有，鼻子痒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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怎么还有？你们根本天使，你们怎么这样东西？嗯，不要逃避现实，我要睡了，分析完。好，黑桃晚安，我也冷静的，让我想想，你们根本天使怎么变这样？说起来，懒懒出现之后，好像变少个什么？懒懒出现了，可是好像少了什么？少了什么？我觉得少了什么啊？
找他可爱的声音，对不对？懒懒的声音超好听。啊！有好东西哦，警告你。给我垃圾。我跟你们演了。找这个声音差很多，速度型，平衡速度。好啦，为了我们的大狼人计划，情况下蓝蓝他现在不方便开麦。啊，要打完 BOSS 才能升吗？欸，很酷欸，我每次都是要打完 BOSS 才能升狼人。来，你再过来，你再过来。好鬼！鬼啦，好烦死了！送你一程。啊啦！我靠，我还有。啊啊！九七杀小啦，是有在看你们打字的哦，讲话尊重一点哦。
打完了，我要死了。你们那么乖，好啦，看在你有打字的份上，不然你这时候你累不累啊？要不要你先早点休息？我要死了，啦啦！蓝蓝，我快死了！蓝蓝，救我！蓝蓝。怎么死吧！天哪，蓝小鬼弓箭第一次看到，我附近没有敌人哦，看过了。蓝蓝，我花掉一条命啊！蓝蓝，延迟真有十秒钟啊！来了，传说绿色狼人，啊呜！叫魔法伤害，哦，禽兽的跳跃。好，是魔弓，哎，对啦，啊呜啊呜，哦，你说不好吃吗？屁咧，三秒内，哦，我還一直动才会加那个，是不是？还是不动？要动。啊，这真的很烦呢。你在那边给我叮叮叮叮，就你妈丢垃圾。我要花血，不要。我脚麻了！嘿，后腰吓死我！感谢风间的狗内。行啊，这边我关卡真的好不熟哦。但加一点点而已。五精灵。月牙天冲，哇，飞走了。卖卵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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啊呜，啊呜，
哦，白痴。对不起，丢蜡烛的真的是很北气。哎呦，都快死了！没有啊，没播，没播，好啊，播一下，播一下，轮替哟，哪个换掉啊？干嘛？哪个啊？用哪个都不好。拆掉。我是不是进错房间？蜡烛丢爽没？就问你丢爽没？跑去了啦，啊，要输了。哦，不会剩那个吧？你死啦！你进到骷髅房了，对，我进错房间了，可是我快死掉了。哭啊！哭啊！哭啊！看一下哦，哦不，我没有开到那个好的，哭啊！啊，不喜欢打，不是啊，死神要死了，死神是真的要死的。你看，不给面子的欸。好啦，先到这边了。我的晚餐应该说，因为我九点半起来，然后刚刚晚餐十点半送到我旁，所以先这样啦。我先吃东西，还是你们要听我吃东西？看这个画面也可以哦。只是就没画面而已。奇怪，我明明就设定超低延迟，可是延迟还要60秒钟。快睡着，快睡啊！我们有缘在一起玩啊，
那跟我约明天早上啊。我明天早上见哦，兰兰会陪哦，注意哦。哎，兰兰，我全满了，还是你要先进 DC？ 我分享画面给你看，你这样打字标没有延迟。全满了，然后剩下就是升这个了，对不对？他说下次一定哎。啊，没办法啊，你这个拒绝是什么意思？说明天不想玩了是不是？兰兰不跟我玩。哦，你想睡了？不是啦，靠呀，我是说明天早上嘛。好啦，你先睡吧。那各位就这样咯，大家晚安啦。波波波波。